各位同仁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蓝青。我今天带稍微晚了一点点开播啊，因为我的电脑出了一点问题，不过那不重要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今天这种盘势啊，大概市场 80% 的人都有赚到钱。为什么说80呢？不是说 100%。因为有人放空啊，对不对？有人期货放空嘛，有人股票放空，甚至也有人做错股票的。投资朋友，你真的不要以为，对不对？大家12682你要开趴了，你忙熊料熊贼，真的不要想太多，还是有人在跌，好不好？还是有人涨不上去，什么股票都有。我今天不举例你们那些股票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人追涨停板，隔天跌停板的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昨天不是这个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准这档股票，我说真的，对不对？前天涨停，昨天跌停。智冠7月6日涨停，然后怎么样？昨天跌停，你看，这不是我在讲了，还是有人买到这样的股票啊？你真的以为每一个人都是玉金光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台达电，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都是元刚吗？你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你真的想太多了。哦，我不跟你讲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讲这个，反正那不重要。当然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有人说这是资金的疯狗浪，资金的狂潮，什么等等都有。但是你要抓对股票嘛，投资朋友，像我现在看到一些新贵的股票，根本就是名不见经传。他也炒说他要解盲，他还炒他要什么样的题材？我说真的，你自己好自为之，好不好？我们不举例，不举例，因为这些股票最近都涨翻了。那你说老师，那你讲的那些那个生技股，投资朋友，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？你不要怀疑啦，这种真正有技术会出货的，像 ABC。对不对？我说我们快筛，我们主要看这三档，一档是金万林，对不对？另外一档是什么？老谢的最痛还是最爱，我也不知道，它叫普森。当然不止这些股票，你看美国昨天确诊又创新高了，那加西朗哥，巴西总统也确诊，他之前屁说他是运动员，可能有抗体，结果原来都是胡说八道。所以我问投资朋友，你有这些股票好不好？你有这些股票是不是就等于是护身符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些股票是不是就等于是护身符？这样你懂了吧？我讲的嘛，江湖在走，防疫股要有。这边我就讲到这边为止，因为没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提醒大家，我说不少的新贵生技股每天涨幅都好几成，但是请你记得好不好？等到这个风口浪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回来的速度也很快。不要去乱追，真的不要去乱追，对不对？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像生华科有这种宋博士、宋台生博士。我讲过，我说我不要往脸上贴金，也就刚好是端午节那一天，端午节礼拜四，没有错吧？如果你有看股市现场的礼拜日，如果你有看股市周报的，你有上 YouTube 去点阅的，都有，你都有看到。我在告诉你什么？就是生华科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不讲了，好不好？我这边不想多讲。对，我现在不想多讲。昨天的讯息，我给大家看上半段，光阳科跟日阳，因为我看到量能，哇，5000-6000亿，我惊死，我先出一半，对不对？下半段的讯息是什么？我跟你强调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喜欢追涨停板，但是因为我不追，也有别人会追。我call进去那时候，你都买得到，对不对？大概8.85吧。我不想拿这个来说嘴，我也懒得再跟你屁说元金什么基本面等等。我告诉你这个怎么样，它符合我的选股原则，绿能嘛，对不对？太阳能题材。那我说你分两笔去买，一笔就市价去买，我很少叫人家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笔等 8.5 以下，当然你等不到 8.5 以下，那没什么好讲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讯息好不好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讯息，来，刚好今天我来不及贴，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讯息，对不对？在这边，哎，这里哦，来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扣了一组而已啊。普通会员的元金涨停续报，我再三声明，我再三声明，我很不愿意锁涨停，但是这种便宜的股票它又有转机，我不出手，别人会出手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为我而死啊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看嘛，说真的，我给你看这个东西，不是要吹嘘什么，没什么好吹嘘的啊。买涨停谁不会？我也会买啊，
但是我买完的涨停，隔天是涨停板；你买完的涨停，隔天是跌停板，像捷力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到底厉不厉害的那个什么的关系了嘛。包括元刚，我买完的涨停，隔天也是涨停板啊。光阳科我买完也是涨停板啊，投资朋友，因为我知道人家在做些什么，但你不知道，你只是在那边瞎搞乱搞，对不对？买一些很小型的股票瞎搞乱搞，我请问你意义何在啊？投资朋友，这是6月9日，我说怎么样，故意不给你知道，不给你看现行，每个人都会猜，猜了半天，我请问你，你猜到宏硕，对不对？我后来没买，宏硕也涨半天了，你有付钱给我吗？我也收不到你的钱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会员也没赚到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不给你看 K 线，好不好？我昨天讲那一档笔电的股票，我也不给你看 K 线，不然你放狗咬我嘛。当时怎么跟你讲元刚的？投资朋友，跟辉达合作 AI， 对不对？最便宜的边缘运算，瑞奇电通160几块，元刚那时候多少钱？18块。给他瓦子，给他搞咩戏诈吧啦！投资朋友，今天最后涨停是没有锁起来，因为它实在涨得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最后涨停是没有锁起来，但它实在涨得太多了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没有错，股本也没有多大，跑了40000多张出来。当然，我会看这个股本的量能来衡量我到底该不该出场嘛。像昨天我跟他讲过，昨天日阳爆量，我出个一半嘛，对不对？昨天1785爆量8万多张，我也出个一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对日阳跟光阳科的看法，尤其是光阳科，我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，好不好？这我不讲了，好不好？这我不讲了，反正元刚我不讲了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投资朋友，全市场只有我有啊，你有没有？你当然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了半天，有人还问我会计师，建策这几个月的业绩很普通哎、欸，你不是之前有讲过，不是我啊，对不对？法人圈有讲啊。第二季应该都要怎么年增都是20%、30%或50%起跳，怎么没有？我有跟大家讲原因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它叫原定本季投产，后来好像没有。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人家在这里慢下脚步来让你啊，让你上车，那你有上车吗？你要跟我讲你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会员赚就好了，恭喜各位我的会员们。投资朋友，如果你有买的，也恭喜你们，对不对？你说会计师，现在倍比好高好高，你看倍比41倍了，比台积电还高，我也知道啊。但是所有人都在押宝，接下来对不对？接下来第三季，我讲的超微跟英特今年订单增加很多，对不对？真正的状况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你会知道，你知道的时候，很可能股价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不是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我讲的比较夸张一点而已。可是你有听进去吗，投资朋友？我那个时候在我们什么？我们在股海洋房跟你讲的，我说两种选股方法嘛，涨时重视，跌时重值。我讲过的凯因斯的选美理论，我不在这边我不便赘述了，我讲过一次了嘛，你再回去看就好了。或者你看我的，我记得我的影片我也讲过凯因斯的选美理论，到底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选漂亮的吗？对不对？选张景兰还是选什么？选林志玲，还是老一辈的选什么？林青霞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要选什么？大家会觉得是美女的。你今天跟一些年轻人投票，对不对？你要选怎么样？选一些网红，网红他们才认为是美女嘛，对不对？像中国大陆就什么选什么彭提莫，直接让几点八点还跟干爹出去上床，对不对？就你要选就选这种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跟中国人在选这个，那如果你跟台湾人选，又该选些什么人，对不对？这叫选美比赛，不是你自己觉得漂亮，然后你觉得张景兰漂亮，你觉得林青霞漂亮，你觉得凤飞飞漂亮啊？已经这个已经先逝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杨丽花很美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觉得什么曾之乔很漂亮？哎，你觉得这个谁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觉得谁很漂亮，你要知道投出来票是谁的嘛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啊。有选中国小姐，你每次都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冠军怎么都那么丑？哦，我不多讲是谁，哇，以前有一个姓林的，大家就开始猜啊，是不是什么干爹谁谁谁？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干爹姓刘还是怎么样？这个不是我们在关心的事情。涨时重视，那我刚刚跟你讲的建策，我刚刚跟你讲的什么元刚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跟你讲最近讲的东西都是重视的嘛，因为现在涨。
对不对？那如果大盘在跌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种植啊，哪些公司它能够配出更多的现金的，你就要去注意到。那我当时怎么跟你讲的？大家记不记得《非凡商业周刊》？这我讲了 N 次了，1189期，而且在那个星期就是3月19日那个星期，我怎么在股市现场，我原封不动告诉你，即使你不是《非凡商周》的读者，你是得到对不对？你只是得到比较少一点点讯息，但是一些标的你都知道。我讲这几档股票，反甲、顺达、宇瞻、零一、翼龙、华固跟世丰，你都记不记得？投资朋友，如果记性不好的，多吃银杏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多吃银杏。今天你看到对不对？不是只有鸡排妹在推荐翼龙店啊，我很早就跟你讲翼龙店，我跟你讲是什么？3月19日、欸，投资朋友，吉刚啊，你回去看好不好？零一。不是只有仙探在讲零一，我也跟你讲零一，哎，对不对？反甲，投资朋友，甲甲那天64.2块，前波最高快100。我跟大家讲，其实现在的股价还没有反映反甲的真实价值，对不对？顺达，投资朋友，顺达算涨的比较少的，因为它是比较平稳的股票，这叫什么？跌时种植嘛，对不对？跌到很深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哪些公司它获利很好，而且这几年都不错。你进去买，你就不会死啊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死嘛。再来回到今天最热门两档股票，我今天标题叫千元俱乐部，对不对？千元 club， 什么叫千元俱乐部？今天有两档股票，外资的报告，一档出到1000元，一档出到980。我们先看980这一档，就是我们会员持股叫做玉金光。我说真的，我相信现在很多分析师，他们都号称他们手上有玉金光，有些人可能是还买了300块更厉害，对不对？有吹光阿伯喏，我们还比较高嘞，590要扣不到，还扣到600，盈股到610耶。但是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你回头一看，天哪，610买的，今天810，没有错吧？对不对？610买的，今天是810耶，最高823元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一家外资啊，他还大喊价，因为昨天营收公告了嘛，对，他把他目标价怎么样？哦，他告诉你，他们重申买进，对，目标价提升到980元，提升到980元，认为还有28.9%的涨幅啊，叫你卡金买，对不对？叫你卡金买，好不好？那其实同时间，因为营收公布之后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先前提最高的829元，杨维伦，对不对？小摩他也告诉你，哎，他还是告诉你买进，但是他并没有调高目标价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理论上他可能很快会调高目标价。那我猜测的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后面这个报告写到最后面告诉你什么？他 iPhone 供应链首选就是玉晶光。投资朋友，我也讲过，不是我要称赞说这个分析师多厉害。几年以前，他是第一个去抓什么抓翔硕出来的人，他那时候在花旗，我记得那篇翔硕400元报告，对不对？我记忆犹新啊，你想说翔硕怎么会值400？你会觉得是不是太离谱了？结果等你看到现在，投资朋友，翔硕现在是1680元，就算你买400元，那年最高才200多块而已，就算你买400元，你也赚翻了。那你说你买200元，你赚了8倍。所以告诉你嘛，这些是怎么样？他们那些人是看得到未来的人，有些人短视经历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讲的，台湾地区的龙头券商还跑去抄郭明奇的报告，等一下还有机会讲到，先不讲，好不好？先不讲。玉金光哦，台股拼十千金，野村看玉金光还到980元，对不对？最近陈天庆董事长红得不得了啊！红透半边天了，对不对？内容我不念了，对不对？细粒翔硕、伟影等高价股接连被外资喊到1000元或2000元，对不对？野村证券最新报告看好二哥，对吧？7P 的广角镜头突破，对不对？那也告诉你点点一大堆哦，我们后面不念了。那相对而言，投资朋友，我也跟大家讲过嘛，有些人从头到尾你还在那边问可成要不要涨，追求啊，不是跟你讲最坏的状况过了，怎么奇怪了？他这样一讲，没有外资相信呢，真的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我问你嘛，他讲都没有外资相信啊。当天他讲完之后，
对不对？上影线这么的长，投资朋友，上影线这么的长，我可没有带会员放空可成哦，不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说真的，我们不多讲，反正内容自己去看，好不好？我不想一个一个全部，你干嘛你念完啦、啊？对不对？十一月双增，对不对？玉金光六月份营收今年最佳 ，OK 的，好不好？内容自己看，对不对？日系外资看好，怎么样？等等一大堆，为新单做准备，这是我一直告诉你的内容。投资朋友，我一直跟你讲，玉金光厦门厂是用租的，它已经有两座新厂，产能全开，第三座厂八月开始啊，也会产能全开。来看一下。现第一个厂全线开工，第二厂开工率五成，六月底全线开工，六月底过了嘛，现在七月啦，第三个厂八月全线开工啊，投资朋友，不是我讲的，那是他们自己讲的，好不好？那是他们自己讲的。来，股东会的时候，玉金光董事长说心里很谨慎，但未来很乐观。投资朋友，还不到三个礼拜时间，投信越买越多啊，投信都没有退嘛，打死不退啊。对不对？投信打死不退，有退吗？对不对？哦，有，最近有卖一些，搞不清楚状况的投信卖了一些，对不对？先前我们跟你讲的时候，投信是一路买，整个六月份到第三个礼拜，投信买2700多张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嘛，我全部照抄而已啊，我是不是全部照抄？分析师很好做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照抄你啊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收600元啊。590了，现在多少？800了。哪一天会不会到1000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天在我的研究日志写，我说今天呢、啊，我说是野村那个李安，今天写那个叫李安嘛，对不对 ？Any 利亚哦，我们简单叫李安，我不知道本名叫什么，不知道，不认识他。我不会写980，我写1000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万一真的玉金光好死不死到1000，你的名号就打响了、欸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第一个讲1000的嘛，就像鸿明孝，他出个报告都写得很夸张，对不对？前几天出个报告，写什么？写创意要看400啊。你200多出报告，写创意看400，哎，万一到了，对不对？很厉害啦。万一没到，人家觉得哇，你好厉害，很会喊股票，对不对？每天一直降信华，每天一直降什么？降翔硕，对不对？每天一直降那些股票，说速度器全部都不看好，反正他就跟你写的相当夸张。我讲过嘛，我还记得去年还前年，去年吧，最低点的创意就是鸿明孝喊出来，他说看到130、140去啊，当天跌停板了、啊，做搞哎呀，对不对？当天跌停板做搞哎，吼，我们这不多讲了，玉金光对不对？再来联发科，昨天是不是花很多钱跟你讲联发科？这是之前的报告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证明中的报告，今天多了一个报告，我跟大家讲嘛，华为嘛，对不对？昨天涂志豪不是告诉你了，华为去跟联发科拿订单嘛？今天这一个报告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外资我去查了一下，叫独立外资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报告很多人在看，你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问什么？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看看这报告怎么写的？他看1000元，对不对？他看1000元。好，那据说这分析师是哪个外资出去的？这我们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反正这外资他报告看1000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投资朋友，哦，这是今天简威社写出来的嘛，就帮他翻译出来，到底哪里赚多少，哪里赚多少？这是外资券商研究报告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多讲了，我们把它直接从这报告里面剪出来告诉你。我今天早上在连线的时候跟大家讲，为什么他报告看1000块，你知道吗？投资朋友，你看清楚。他在第三季，他认为研发科单季可以赚到7.56元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投资朋友，这一家公司叫5269的翔硕，翔硕第一季赚多少钱？赚8.2。所以如果研发科可以赚到将近8块钱的话，对不对？7.56啦，8块钱的话，那是不是股价到1000块也是合理的？因为翔硕现在股价是1600多块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好不好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够给你看嘛，对不对？穿这块，用这块，用这个的话，你看不懂啊。主要还是在这个什么，下一季是 7.56， 接下来呢，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明年一整年是 35.55 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有写了 35.55， 对不对？2022是 45.13， 写得很吓人，真的假的？我们不知道。但你看看这些人，对不对？写报告没有自己的主见，抄人家的抄被看到，你改几个字嘛，好不好？
对不对？你改几个字嘛，过于乐观。你可以改说，联发科这个华为晶片，对不对？恐怕不可，恐怕不会吓到，恐怕不会吓到联发科。华为恐怕跟别人买晶片，华为吓联，这华为恐怕不能跟联发科买晶片。你让我们不会觉得两篇报告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两篇报告有什么不同？对不对？大标下的都差不多。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不多讲了，反正你们这些人差太多了啦。那今天还有一个新的报告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也是昨天的报告，瑞昱。我讲多久了？瑞昱了。中国标案，对不对？看瑞昱的脸色啊。中国的 WiFi、车联网、TWS， 哪项不是他连？哎，连电视的晶片呢、啊？他本来说今年很不好，但现在开始怎么样？开始拉电视的货了，但是你们很多人哎，没有认真去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认真去看。今天这是怎么样？小摩首度的，对不对？首度去 cover 这家公司叫瑞昱。你看，转眼之间瑞昱快400了，没有这样讲比较夸张，还有50块到400元的。小摩到现在才 cover 瑞昱，说真的是很晚很晚了，好不好？很晚很晚，因为你看那严志天早就 cover 瑞昱了。对不对？早就 cover 瑞昱了嘛，那不重要哦。那就瑞昱，我没有出手，我们有的股票这个啊 ，Delta 嘛，投资朋友，昨天 Delta 我没有记错的话 ，Delta 昨天是不是跌的啊 ？Delta， 对，不是达美航空哦，是台达电，不是台达化，是台达电，不是台达化，也不是达美航空，投资朋友，你把五元加回来。你把我扣 Garden 来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应该是185块钱，会不会如外资？外资现在在调高 Delta， 里昂210，对不对？HSBC 200，都不是我李冠兴讲的，可是我当初就跟大家讲过，我心目中的 Delta 就是二字头，对不对？二字头嘛，我没有讲多少，我没有讲目标价哦。可是你有进场吗，投资朋友？公布啊，刚跟你讲以后大傻逼，跟你讲现在的电动车充电站取代加油站，我也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也蛮看好华城，只是我们在带会员操作。如果我自己操作，我就去唐力投资华城嘛。但我带会员操作 ，Delta 才比较有办法容纳我会员的，对不对？会员的 size 在里面啊。会员不是手上不是每个人都十万二十万，有人手上有千万，还有人有亿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当然选择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当然选择就是台达电嘛。王中之王，王者中的王者啊，对不对？这不用我讲吧，投资朋友。那你说电动车，哇，这特斯拉涨半天，你一下子康普一下就美骑马，不用看那些股票了，真的。里面只是间接的供应特斯拉。如果你一定要找这个东西，我讲过，这档股票我也没有买，你们没有付钱给我，叫做信邦啊，我不背啊。但是人家做什么？它是中国大陆未来电动车，不是 future 那电未来，那未是那个这个什么那个草字头的未啊，对，下面一个中位的位，上位的位，对不对？它是未来电动车一堆什么充电枪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独家供应商，而且它的风电的相关的连接线出货给十几家的国际大厂，对，这个什么奇异。三菱特维斯，还有什么西门子、歌美萨，反正这些公司刚好都有来台湾做这一次的风电的事情。有问我风电要买什么？如果以我来讲的话，信邦是很 OK 的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有一档股票就是9958的世纪钢嘛，不过你可能要稍微等等，对不对？世纪钢这就是按技术面的操作而已，这不难，这真的不难，再跌再买，好不好？不用这么急着去买。那其他的呢？我才跟大家讲过，我说真的，你真的以为风场运营这么简单吗？我个人是很多问号。当然，股本很小，哦，股本真的不大，对不对？股本24亿而已，说不定明天跌停打开就涨停板了。但是你看不懂新闻内容是什么？它不是赚800多亿，不是，它是把这个怎么样？风场整个工程包起来，然后再发给谁？发给中鼎做，发给谁做？发给谁做？如果是我宁愿买中鼎，真的，我宁愿买中鼎啊。不过这个价位我不要买，好不好？这价位我不要买。但是结果怎么样？大家就这样炒啊，
它从十块炒到五十块。新闻周末一直写，逼着我去看。还有永威投控转投资富威能源，对不对？包得台电封厂案八百多亿，不是这样算，包了八百多亿能赚多少钱？我个人不知道。那你要知道，台湾有一家公司也是之前在做风电运营，可是怎么样？现在不做了。他几乎都要卖掉了，叫什么上尾投控？如果那么好赚，他干嘛卖掉呢？对不对？可见不好赚，但是我不多讲，因为那与我无关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台达电嘛，对，我宁愿讲我自己的嘛，台达电嘛，加电站嘛，加油站嘛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这档股票，投资朋友 ，NB 的 PCB 大厂，通知 Switch、PlayStation 5、Xbox Series X 的订单，唔难呢你啊？对不对？不难啊，真的不难，好不好？我会选择安全的股票，而不是说大家哇，忽然在那边一资金的话一窝蜂的，对不对？生技股哇，全部冲里面，结果呢？我请问你，不管是什么，之前不是一堆人在那边跟你讲被动元件哇，国巨，说真的，先前低档我还叫会员买过国巨嘞，现在我不玩了，给你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买便宜的股票，所以我才会是怎么样？我还会去买昨天涨停板的元晶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非常非常不愿意。但是我不买，别人会买啊，投资朋友。那你要不要赚？如果你说会计师，我钱太多了，我不想赚，那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那就不要赚，好不好？那就不要赚，好不好？这些股票你都不要赚，你都不要赚，好不好？你都卖坦，你都卖坦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提到，我准备要出手买雍智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还没出手就涨停板。有人很认真看我节目，应该是那些按什么按到站的人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投资朋友把握这个机会。还有一些股票还没开始涨的，甚至怎么样，接下来还有波段行情的，好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跟我们一起操作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